我硬蹦一点蹦会出来。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76岁。如何？今晚在招战来了。我师傅无咧分透早些。今晚这是发生了。真哦。今晚大家嘛，条件进修高岗背面，今天到咱的回銮。民俗抢先看，意思就是9.14，就是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就是在西螺的朝新宫呢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比尔顶啊前面已经非常的热闹了，因为待会呢，我们大队人马，这届有咱的欧灵吉，还有咱的地涛，啊，有咱的妈祖性感，要来出发，然后呢，去接驾我们大甲妈祖的性感。哎，诸位你好，诸位你好，我是宝岛神人大主持人 Joyce。欢迎来到基隆。讲到咱吴厝是伫个咱西里嘛，伫个咱观众朋友咧，可能对这个所在无遮尼啊了解，也是请诸位来甲大家进行精辟的讲解。好，首先吼，较早的老一辈吼，可能捌听过吼，会过西里溪，未过虎尾溪吼，所以讲咱遮吼，吴厝这个所在这个地理位置吼，就是伫咱这个虎尾溪的这个沿岸吼，所以讲。而且咱沿岸咱所有较早的先民哦，拢是学这个武术，大家拢是学功夫的啦。所以讲包括咱庙有一个武艺馆，所以讲咱等下咱庙的武艺馆嘛要共同吼来出来接待吼，来迎接吼咱大家嘛的人民。当然，这看咱是拢学这个拳头师啦吼，所以讲吼，这大家师傅吼拢做用行。阿伯非常厉害啦哈！要请阿伯表演。现在我硬蹦一点蹦会出来，但是观众朋友可能无蹦点，无感觉到咱阿伯啊76岁，这肌肉，这肌肉无简单。还是咱请咱伯啊来甲咱比划两下，好咱听。好，我这个少年人看麦，小公。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76岁。这个开口师的话哈，在一般哈，我们台湾比较少见到。因为咱五祖这个所在，我们都是招安客，咱是对这个大陆漳州过来哈。所以讲，咱妈祖在这个1723年哈，来到着咱的五祖这个所在哈，将近哈，这个满300年了哈。所以讲，咱这个龟水斋哈，伊是有经过着咱这个皇帝来册封。所以讲吼，咱这个龟水斋吼。一当入庙门，一般的话，像我们广东师跟一般的人家俗称的干毛塞哈，他都只能在外面探头。开始要出发了，咱今嘛，咱的平台已经体检完毕了哈，那就准备我们去迎接大甲镇南宫，他们来到吴厝这个地方。哦，所以咱今嘛是差不多要出发。那现在的话，就是我们去管我们的老山，去给大家去迎接，就是跟妈。参与准备出发去接驾，飞高车吼，大花斧车，啊，准备共同吼来出来接驾吼，啊，因为车辆的关系吼，啊，咱的庙埕的关系就被稍微局限住了。咱的旧班吼，包括咱这阿姨吼，有的年纪拢70多岁啊，啊，非常不简单啦。咱的地方上，因为人口数吼，大概是这个1600多岁的人，大细汉啦吼。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所去参与的一个过程，所以说哈，咱这个保护九班的保护就由我们的孩子都走下去做哈。咱所有的团队哈，今天哈黄色的这个衣服哈，伊拢有写着哈，这个七坎娘妈做。哦，这就是咱的迄个迎神赛会的 slogan 嘛，咱的大标题。有啥物活动？咱这个娘妈做是。绕境活动吗？还是什么精彩的顶头？给咱介绍一下。这个秋收了，咱大家
要庆祝一年来咱的丰收，所以讲咱拢会伫这个小组遮办这个迎神赛会的活动，所以讲咱将用就举办这个七坎娘妈祖，七坎就是我们这七个部落由25个村庄所去组成的一个七坎。啊，当然在这个过程，咱即马庙吼比较较快，啊，所以讲我们包括一些连里的一些宫庙，咱嘛拢有去参悟到吼，所以讲。现在就不局限于在我们七坎的一个部分哈，每一年咱拢伫这个五处哈，下平安的这个时间，也来请示咱妈祖来拜年多，咱要要定的这个时间点，啊，伫咱要定的这个过程哈，咱总共有这个两顶桥，所以讲咱大家观众朋友所看到的这顶桥，有看无？是金色的，金色的，金色超跑。所以讲，咱另外一顶无同款。是金色的，但是今仔是无出门啦，所以因为咱另外迄间桥是咱绕境的时阵，咱伫这个七坎娘妈祖的这个过程，咱有两个路线，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路线。两个路线，但是这两顶桥，一顶金色的，啊一顶银色的，啊这拢是咱的妈祖的神桥吗？拢咱妈祖的神桥。啊，因分开绕境吗？对，两个队伍都所行进的一个路程都完全没有重叠。那游泳，大宝哥高炸高炸，哎，出现了，出现了，出现了，现在来到咱的，应该是主要是正高铁都出来吃。看到说，这尤其是将乌龙的，乌龙的要用这么复杂的布来去定胶。像即卖吼，咱啊，像咱的大桥，即卖叫咱的，甲咱大家的咧头皮互擦。又搁发现啦，咱听人讲乌厝遮，咱的乌龙武术归武术，但是咱的桥班的大姐又是非常温柔的，咱现在都是文武并济的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就刚好在我们高铁都出来吃，所以现在这个尾面其实很趣味，这首歌就是我们算高铁整个从化区最现代的地方，但是呢我们现在接待的队伍又是最高类最传统的，算是现在算一个新旧综合的，现在在这里右边是稻田，没有我是包到中文站，所以这个现在就是我们准备来接待的吗？啊，这是什么？大牛阿斗，啊，那些特别是用这帮他车呢？是你的呀？啊？我是小米。哦，那你是西罗人还是虎尾人？二里。二轮哦，李轮招来个加价噶？哇，那天，大牛阿叫噶呢啊？所以每年都会来这边接吗？哦，哇。虽然说，某一个那种秋茶五香米那种准备来啊，咱今仔所做吼，是咱对每一个心情吼，咱每一个人吼，只要有迄个敬仰的心，还有迄个虔诚的心吼，咱妈祖婆都有在看啊。哦，就感觉就好，不会想讲我都爱外豪华、外车超，才有代表讲我的诚心。其实咱简单安尼，啊，咱嘛算讲我的诚意有够安尼。哇，妈祖婆带你保庇。你知道布贝亚，我们如果在路上遇到他的话，代表是有缘分。那布贝亚的话，你可以去问问看他有没有神奇的法器。我
趁著这个机会吼，嘛甲咱的所有好朋友介绍吼，咱的宝贝啊吼，是有这个人咧讲的吼，姻缘线。嘿嘿嘿，无错。所以讲哦，路上还有啊。对。所以讲，那阿未过大的这个男女朋友啦吼，有机会，那拄着咱宝贝啊吼，咱来甲守护着这个姻缘线的。啊，真侪人吼嘛，对着这个姻缘线，可能他的认知吼。就是说啊，我就是看这个姻缘，男生跟女生的一个部分哦。其实它包含的部分是还有说我们夫妻之间感情的一个融洽，那么也可以也是一个代表的一个部分。那这就是咱的姻缘线。没有放掉。哦。我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哎，我突然间发现遇到前辈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来来来来，买点吧啦！哦哦哦！哈哈哈哈哈！我那太子，我要给我注意啦！哈哈哈就是弯的。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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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猪呀，今麦在出门啦，还有猪，那里猪条猪虎啊，还会做惊吓的。猪啊，今麦在挑战你哦。哇，师傅无咧分透炸是会啊未？哦，你加招呢？所以我今年我已经收集到了。第三桶啊，你准备要买房买车啊？我找你新工的时阵，你要灌两嘴，今日透炸，来，你来塞咧，又搁给你们。啊！哦，今麦这是八成啊，今麦这是八成啊。这边绕进东路。愈行愈大颗，就是因为安尼。对，我刚刚开始眼冒金星啊，在外面不打了。对，卖去伊拢给人家哦，快点快点，这是请咱的专业的那个团队，还是咱村民家己煮的？拢是咱的团队，咱的员工都有在器具哈，所有的器具都是由曹兴公这边去提供，然后就号召这些我们在地的一些居民，哦，那些鱼缸，啊，所有的附近的一些想要参与，对对对的人员。我说你六点来到今麦拢手拢无停，啊，手老停啦，啊，手未酸吗？对啦。哎呦，你体力真好呢，哈哈，你体力真好。啊，你当年拢有来到三江吗？当年拢有哦。哦，我的妈祖无甲你保庇哦。那这来这。我上无六七种料吼，哦，哎，你厉害呢，你来知影这样，因为我拄着头拉绳，安尼，有无滴？好吃吗？而且而且，足轻的，袂讲足重咸啊，还是足恰到。哎，对，来，我们现在往那个庙顶，哇塞，人山人海，往咱的庙顶啊前进吼。大家点两张桃子。在地，信众，我拢就热烈要来参拜。